中国十大汉奸的悲惨下场。一、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曾获番禺县市第一名，赴日留学。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下场：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二、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代理主席。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下场：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处死刑。陈公博的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埋葬在一处公墓中。三、周佛海，反复无常，三次叛变。1927年，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赣江和蒋介石的心腹，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下场：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四、梁鸿志，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为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下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携两妾幼女逃往苏州。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送到楚园里做了楚囚。11月9日，再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五、傅小安，浙江镇海人，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与日本人暗通款曲。通过杜月笙的斡旋，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小安的通缉，后被两代义仆朱生元连砍树刀气绝身亡。六、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1927年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下场：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抗战胜利后，殷汝耕被捕，被判处死刑。1947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七、李士群，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下场：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八、陈璧君，1891生，广东新会人，女。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44年汪死后，陈南下广州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控制汪伪的广东省政府。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璧君于1945年9月12日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1959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时年69岁。九、丁默村，湖南常德人，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村被日本人选中。下场：1947年5月1号被通敌叛国，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年46岁。十、王克敏，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广东。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等职。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1945年12月25日在狱中畏罪自杀。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欢迎下方评论留言，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谢谢。
下部影片预告：中国十大汉奸的悲惨下场。